我们人呢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念头是最重要的，佛经上经常讲，一念善是佛，一念恶是魔，所以我们念头要常思善，经常要想一想，同样我们的念头也要经常要懂得，在红尘当中退一步，那就是智慧。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，或者能够不理解别人去推进着去做，有的时候你会断缘，缘分会没有。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静静的来想一想，我们做什么事情有缘分就好好的去随缘，没缘分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个缘分，这个缘呢也有善缘也有恶缘，有时候呢一念正一念邪它都有分的，你今天一个念头是正的，你可能呢这件事情就做对了，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呢，你可能这件事情呢就做错了。所以正和邪之间就是佛和魔之间，